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真的认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想讲一个事实给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 step。 个 step 是什么？我们就是从七个节期当中的理解呢，在七个节期当中，圣灵和神的荣耀是做什么？明白吗？那我们就知道咯。其实在这里尼哥底母是因为见到神的荣耀，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来找主耶稣而已，是不是啊？原来当我们要理解的话，我们你要记住，圣灵在主耶稣基督去诞生又好，钉十字架又好，圣灵和神的荣耀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是和在五旬节的时候做不同的，但是同样也是和他在住棚节的时候做的事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在妈妈母腹当中的时候，一个 BB 仔诞生的过程当中，他不是任何时间做同一样的事的， BB 仔是不断有一个完全连是不是人的形象都未分得清楚，慢慢我们看到有手指有脚，并且开始听到东西，明白吗？你是不是这个 BB 仔呢？如果你不是的话，麻烦你现在在这个时候锻炼一下，因为在7月1号的时候，这个 BB 仔吹个字的时候应该已经听到了，明白吗？这个就是说他听着外面外面这个世界的声音，就好像你听不听到天国的声音呢？为什么吹个字 是说关于鼻涕？因为就好像保罗所说，当浩同的末子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身体形象改变，他们听到的，明白吗？所以原来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这个鼻涕，是不是？我们预备好这个复活的身体。但是问题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从节期里面去理解，究竟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神的圣灵的工作、神的荣耀的彰显究竟是怎样，是什么形态呢？怎样为之与他合作，怎样为之敌挡他呢？明白吗？而启示录其实就是讲这样的。启示录告诉你，那个会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过程来的。因为你看到由开始已经讲是先知的灵，讲关于耶稣的灵，这个全部你看到启示录一路一路去讲关于神的灵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所做的不同的事态、不同的工作。因为为什么？因为教会其实是在末后日子的时候应该是最在神的话语的启示当中，最充满明白，最荣耀预备整齐的教会来的嘛，明白吗？那些根本但求一知半解啊，你总之不要阻止他发财，不要阻止他享受世界，不要阻止他去花时间在自己的邪情私欲的人，你发觉永远都不会给这个代价的，明白吗？所以启示录你会看到为什么复杂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里面呢是很仔细的将圣灵和神的荣耀将会做的 final 最后的工作呢，是藉着用启示录图片的方式，用星际的时间坐标去对比回呢七个节期当中最后的三个节期，给我们知道呢在到时呢的复兴会怎样，审判是怎样，春雨秋雨会怎样，哪个地方会复兴，为什么会复兴，哪个地方有审判，为什么有审判，政治会怎样演变，宗教会怎样演变，经济会怎样演变，还有灾难又会怎样演变，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想告诉我们听。而他想告诉我们听这么复杂的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者，无论这些人在全世界哪个地方，只要我们拿起本启示录的时候就有答案，明白吗？因为那个是 final call， 是个最后绝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寻找启示录。我说在美国的基督徒会打开启示录，明白吗？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我说中国的基督徒都会打开启示录，香港的都会打开启示录。启示录在到时来讲是会能够同中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加拿大的基督徒、在印度的基督徒、回教的基督徒、任何不同的城市的基督徒都告诉你哪里才是安全，为什么这些事发生，他身为那个国家的人民他应该怎样自处。启示录就是为了这样而写成，他不是再写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真理，好像五百年前马丁路德的时代都未是吹角节的时代，但启示录就是讲一个这样的时代，圣灵的工作，圣灵会引发的东西，神的荣耀会带来的东西，我们可以预知的东西，神的荣耀越大，所以你会看到肯定百分之一百的当被提的时候，也是全球面对最大的审判的时候，因为神的荣耀最大的时候，他的击杀、他的审判
就如圣经讲，佢报仇嘅日子啊，就会系最大。所以被提完之后咧，啊，仲要过多几年之后，主耶稣翻嚟嘅荣耀就更大。当时嘅审判咧，圣经记载咧就直成系叫做用得人惊去形容嘅。所以从呢一节嘅经文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里边咧，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系俾咗我哋知道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咧，就系我哋一定要理解关于节期嘅提示。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个礼拜跟大家除了去讲启示，我们讲节期。但是当然我们要理解节期的时候，我们又知道当在这里，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将 BB 仔出世和节期黐埋了，信仰啊、天国啊已经黐埋了。但是呢在启示呢，主耶稣亲自来到将 BB 仔出世啦，用很大的图片给我们看见啦，节期啦，用整卷启示给我们知道啦。但在启示第十二章，他给多一个线索。所以当那天我看见的时候，我直接是很震惊的。因为为什么当我这样理解的时候，原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是将节期和 BB 仔出世，一个人的重生，除了肉身的出世之外，原来整间教会都是要重生出世的话，去和节期做一个对比之外，在启示录他竟然在第十二章不单止将它对比节期，BB 仔出世不单止对比节期，他并且将这个节期对比天上的星象。他告诉我们，无论是时间地点，其实我们知道的。所以启示第十二章其实给我们知道的时间，其实就是上年的九月。明白吗？那跟着你从这个概念当中你去追溯，无论是头四印和最后的三个印，都全部无论是时间地点会发生的灾难，都清楚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大地与沧海，日月与星辉，诉说主之计，是智慧，这护系。万事与万物，在漫天漫象，也发声赞叹，述说上帝最光辉。大地赞美颂扬，我救主真是你，天中山与海，万里和应，唱出救主声威。愿颂赞归于主基督，当称赞他名字，尽是奇妙力量荣耀，言及当与世。愿颂赞归于主基督，君尊有美圣洁公义，你极天涯日落之地，全扬陈述我最主。